係啦，思雲啊，最近咧我哋新聞都有講啦，好多細路執到好大塊楓葉嘅，仲近埋健力士紀錄添喎。有越來越多兒童都執到好大塊楓葉嘅噃。而喺滿地可啦，原來我哋嘅觀眾啊何先生嘅仔咧，早喺2002年就以呢一塊特大楓葉啊贏到當地嘅頭獎，獎品係4張 Fair 火車飛，咁同埋150蚊獎金嘅。嗱，呢塊楓葉咧就係闊39公分，真係好大噶。佢後來咧又多次贏到大獎添嘅。啊，原來執楓葉咧都可以賺到獎金獎品嘅噃。有咧，有好多嘅卑斯觀眾送咗美麗嘅雪景嘅相俾我哋睇啊！列志文嘅 Jackie 咧，今日影到呢一張好靚嘅雪景，有小橋，咁仲有一隻咧，睇起上嚟好似好凍嘅蒼鷺咁。同樣喺列志文 ，Joey 啊，將自己編織嘅熊仔放喺後院，好快就成身都係雪咯噃，多謝。落雪嘅晚上咧，夕陽亦都係特別靚嘅。呢一張咧就係數理觀眾 Raymond 所影到嘅低陸平原嘅落日，萬里無雲，今日應該就唔會落雨啦。不過喺南安省咧，玉米田嘅麥秆仲係金黃色嘅噃，好一幅深秋景色。多謝先啲。如果大家仲有相嘅，可以繼續傳嚟 phototips@fairchildtv.com 俾我哋。咁再提醒大家，要記住寫低居住城市嘅名喎。好，睇睇未來幾日嘅天氣情況。滿地可今晚會。